扫踢，差点犯规打到对手的头部。哦，好惊险。对，典型的拳击的移动方式，而且通过刚才韩飞龙对他腿部的袭击啊，可以明显看出来阿里斯特没有这个踢拳训练的这个特别是腿法训练的这个基础，对于腿部的防护啊，包括重心上啊，完全没有概念。阿里斯特的对头部以及肋部的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会经常看到一些拳击出身的选手被甚至是被泰拳手用拳打 KO 啊，这么露出来。高扫，但这个腿是挂在了阿里斯特的颈部，并没有形成击打的力量。在自由搏击规则当中也是相当危险的。对，他是一个转身边拳做到一半被对方阻截了，被对手闯了进来，对，拿到了一个后背，多一些低扫。看阿里斯特整个体型也是上半身比较粗壮，腿部的肌肉比较薄弱。阿雷斯特的整个移动啊也是比较聪明的，在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哎呦，这是一个舍身踢，但是回落到下段的时候碰到了阿雷斯特的裆部，这个角度也是很刁钻。你看一下，哇，阿雷斯特完全了解了韩飞龙的这个整个距离上的一个习惯啊。破坏对手的平衡，多做一些低扫。对方对韩飞龙的低扫还是没有太多的防备的。再次袭击，在拳法的精准度和频率上，韩飞龙是没有办法跟对手相比，或者说利用袭击把对手压迫退之后再跟低扫腿，这样也可以。阿雷斯特这个进退有致的这种虚晃的步子啊，还是很有效果的。阿雷斯特这个进逼啊越发紧凑了，最后十秒钟